中国では武器は手の延長と考えられており、憲法と同一の原理で成り立っていることが多い。この基本動作は突き出す、時計回りに回す、反時計回りに回す3つの動作から成り立つ。歩型を四六式から九線式に変えるとき、下半身の力を右手を通して槍の穂先にまで伝わるように何度も繰り返し練習すること。对方抓来了，抓一枪 啊！老先生开始了。就是啥呢？我们一般来说都是，这是不行的。这样这这对对方来说呢，对对方没有多大威胁。你看这个啊，哎，以前没谈。看，枪像龙卷风一样往里进。弹完之后就打了，弹完就几下。行，行吗？这。右击对角，哎，这行，这儿停，刚才那下行。你不懂啊，咱这没用，是吧？缺个什么呢？
缺啥呢？到这儿回来。对了，对呀、啊，这没有了，你没有的呀？没有，啥有啊？啥没有？你看，我补枪回来了，你枪飞了。啊，他根本整不动，根本整不动。他的枪还把你枪脖子，确实是你那枪的歪着挺多，不是直的。啊，给我啊，来。缺字的。